上路还在卡线 ，Scout， 不是12分40秒在上路卡线。哇！卡线，还在卡线，加药没了卡线。下了塔要掉了在卡线，大叔开大，鳄鱼往前顶，把冰清了，武器也踢过来，鳄鱼死了呀。猪妹这个位置好像不一定会死啊，金下来了，刺高有踢，不交 TP 要用吧，要用吧，要用吧，要用吧 ，TP 真要用吧。猪妹死了吗？猪妹这个位置死了，踢过来没有人头，追不上。鳄鱼也踢了，想留这个塔长，他在没闪现，应该可以杀。进没必要放 W， 就一直追就行了，有三速血的。哦，定住了，一个。给进吧，给进吧，别 K 头了，给进吧，给进吧，给进吧，就给他了，就给他了。耶夫的位置是对的，呼吸小虎位置也是对的，赖的位置也是对的，全对的。闪杀他的有伤害吗？他的有闪，找闪现拉扯，他的可能会死，但是呼吸这个位置啊，兔子有大，哎，哇，少一个人都打不赢。微博少一个人也打不赢的这个大团，完全打不赢。看这个团战，这波兔子大招放得很一般。刚小虎大招没大到大了，没用啊，还是打不过。团战根本就不是对手啊，他战被秒了都打不赢啊。呼吸直接单切嘎了，尽是这样的，没办法。我说这个游戏少个人都打不赢的，怎么玩啊？这不 ，light 很远 ，light 其实第一时间也不在，你们知道吗 ？light 不在，小虎大招放的一般，他咱被秒了，有什么用呢？就是打不赢啊。看这个 light 在路上，对吧 ？light 的时候还在路上，还在过来的。你们看 light 位置，他还在那儿，呼吸一个人，把嘎啦切死，兔子都没到到嘎啦呢，呼吸闪现 A， 锤死他，让 light 过来收割。一开始其实是3打5，都不能说4打5了。李宁还是做不到吗？去年李宁是8强吗？哇，嘎啦感觉现在崩了呀，真的现在崩了这个。我说实话，李宁自己都没想到今天会输给微博。我觉得这是真的，他们赛前都没想过会输给微博。其实国内有很多人是看好李宁的，只有韩国那边 LCK 那边是看好微博的。但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大家都看好微博的原因， LCK 看好的微博的原因是有没有可能是 LCK 的粉丝希望微博上来，他们不想看到李宁上来，所以他们支持微博，并不是因为微博打得比李宁好。但是今天证明了微博就是打得比李宁好。大龙动了吗？我觉得微博不要动大龙啊，打团啊。不是，李宁这几个英雄在大龙团还是有点屌的，没必要动大龙啊。别，真别动大龙，别动大龙。他斩别动大龙，他斩。哎，但是微微好像有点白给啊，兄弟这波。微微白给。啊，兔子加洛的开团，我操！永恩虽然到了2个，嘎啦还在 A 人，嘎啦还在经历，嘎啦还在 A 开一的武器。嘎啦真在经历，打一个开一的武器，打完这把，所有人给嘎啦道个歉吧，真的。我的建议啊，打完这把下去，所有人下去先跪下来，给嘎啦道个歉吧。真的，已经尽力了，能打的输出全部都打了。人家妈呀，武器开个一技能往前顶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能做的事情全部做到了。这换个路了嘞，只能说西巴，没办法，这个不玩，这个不玩，那个不玩，然后到后面就玩个卡尔玛露罗，战马已经放弃了，还算了，对于西巴了嘛，就玩露罗吧。
去玩卡尔玛吧，他都不会拒绝我的呀。你要拒绝教练呢、啊、兄弟，这垃圾阵容打个鸡巴呀。这么说硬币哥玩左翼吗？啊，左翼不好不好。硬币哥玩发条吗？啊，硬币哥加六怎么样？啊啊啊，硬币哥瑞兹怎么样？啊，卡尔玛没选，就卡尔玛。硬币哥这把玩什么？ OK， 下次这样问不就行了吗？教练问选手玩什么，你问兹卡，兹卡哥这把玩什么不就行了？他会说我要玩武器。这个团看一下，他带了个 EZ， 打手打着反反打，兔子过来带了四个人 EQQ。这个武器还在上路带，武器没闪现的啊，不没 TP 的，少个人，四打五，快打，差点打赢了。但这个位置 scout 一 q 二三个 w a q， 我觉得有点装逼了，说实话，微博有点随便玩玩喽，微博有点随便玩玩了，什么意思？微博怎么站起来了，兄弟们？不是输了，站坐一下，教练。这个教练，哎，教练说了西巴，教练不能说脏话的啊，教练不能说脏话，正能量。本来玛雅都以为赢了，站起来去抱队友的时候，发现，我怎么在这直接坐？他这嘴巴还真说了西巴，感觉。小那个 scout 绕过 TP。但这个 TP 留不做这个武器吧，武器很肉啊，不掉血，武器就是永恒的爹。斯卡这位置能跑了，洛开大闪过来，斯卡大了两个，但这边秒了，还在输出呼吸。哎，阵容差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教练可以站起来了，Danny现在可以站起来 ，Danny站起来吧，你这次真赢了，这次可以站起来了 ，Danny 赢了。再来吧啊、先给站起来。微博这个队感觉很奇怪，去年前年都是每人看好微博的时候，微博每次都能证明自己，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证明。去年歇赛也是，今年歇赛也是，很多人看好微博的队形，对方都觉得对面会赢的时候，微博